大湾街熊现场，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，就是本周末的国际体坛盛事——巴黎奥运即将开幕了。但没有想到，就在开幕的前夕，传出了法国的国家铁路遭到网络恶意攻击。不仅如此，列车也遭到纵火的袭击，对方的目的居然就是要扰乱运输系统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巴黎奥运开幕的前几个小时，铁路公司就发布了消息，指出现在遭受到大规模的攻击，对方的目标就是要瘫痪法国的高速列车的网路，导致他们必须要取消多条的线路，而要花上整个周末才能够恢复通车。现在铁路公司也透露说，对方在他们的设施上纵火，刻意造成一些损害，也导致伦敦到巴黎的欧洲之星的列车现在已经被取消了。好，2024的巴黎奥运即将在台湾时间的27号的凌晨1:30就要举行开幕式。这一次其实蛮多亮点的，除了运动员出征之外，大家都非常期待选手的比赛，还有中国制造可以说是点亮巴黎的夜空。中国大陆的陆器制造的1100多架的无人机，可以看画面是腾空而起，而他们释放的是极具科技感的赛博烟花，献礼巴黎奥运。画面当中可以看到，有1100架无人机在夜空当中变换出多种造型，像是奥运五环火炬手、各个运动赛事的图案，还有篮球、击剑、自行车项目等等。背后的工程就是来自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。好，本届巴黎奥运其实有非常多中国制造的亮点，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。刚刚看到的这个是14号当天巴黎奥运的火种抵达，开启为期2天的传递。当天晚间就有1100架的无人机在夜空当中变换出各式各样的图案。好，当然这个是科技感的赛博烟火，其实背后就是中国大陆深圳的一间无人机的公司。他们说呢，这一回使用的是 AMO。无人机挂载的烟火，那另外一间当然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的，最重要就是 LED 的荧幕，同样也是中国大陆深圳的一间企业他们所制造的，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投放的话，让各地的游客可以看得清楚当晚的烟火。那另外呢，在赛事当中，非常多的体育用品的生产也是中国制造，像是官方指定用的乒乓球，好，这个也是大陆的一间企业他们制造。那这间企业说，为了要制造这个奥运规格可以使用的乒乓球，他们有特别改变了生产线，设置15道的自动检测的工序，100颗球里面只有3到5颗可以专门来使用。那这个球桌同样也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制造的，表面上说是经过一种特殊的聚合物的处理，所以摸上去很像冰滑一样。好，这也会减少了这个选手的失误。除了乒乓球之外，这个足球也是大有学问哦，同样也是大陆江苏的一间体育公司来制造。这个足球里头它是有植入晶片的。好，其实这样的黑科技在过去的世足已经有出现过，那这一次也是为了在比赛里的当中裁判可以判决的更加的精准，所以呢特别植入了晶片，在1秒钟之内可以辨识500次的识别动作，另外可以配合肢体的追踪的技术辅助判断，说这个运动员们他们是不是有越位或者是手球这些违规的行动，当然也可以让整个判决的准确性更加的有透明度。好，各国选手当然现在就先抵达到选手村来应战夺牌的大热门，这是大陆的跳水选手全红婵，他是被马来西亚的跳水选手罗迪克特调侃，当场直接回应，这种直接的反应也让网友说他真的超可爱的。你这是包包吗？有病！好，其实全红婵她只有17岁而已，可以说是少女心满满。她的背包上面挂了非常多的娃娃，算一算居然有15只，根本就是把10公斤的动物园给背在身上了。马来西亚的选手还特地拍了整段画面，就问她说：“这个是包包吗？”没想到全红婵马上给她一个锐利的眼神，直接开呛。两个人私下的好交情跟互动，可以说是不言而喻。
好，说到巴黎赛事，当然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美中两国他们各自能够夺下多少奖牌，每一年都会被拿，每一届都会被拿出来比一比。而现在美中之间在其他的议题也在交锋，中国大陆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安理会上头呼吁俄乌战争各方应该要尽早结束，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，并且还痛批了美国在议题上头抹黑中国大陆。刚才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，企图制造虚假叙事，误导国际社会。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中国甩锅推责，中方对此绝不接受。傅聪他又强调了，中国大陆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，更不是当事方，但是他们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坚持劝和促谈，要推动政治来解决俄乌之间的问题。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